HiFi Tech EC Trans 600信飛翻譯機。咁呢部機咧同其他機一樣咧，都係用無線網絡啦，同埋呢個流動網絡咧嚟翻譯嘅。咁亦都有 offline 模式嘅。咁大家睇到佢個尺寸咧，就有成部手機咁大嘅。相對比其他櫃會大一啲咯。咁佢一樣可以互相對譯嘅，就可以由中文翻譯做日文啦、英文啦、法文啦、韓文啦之類，咁總共六種語言嘅。咁大家睇到佢冇熒光幕嘅，咁啊，所以要確認佢聽到啲乜嘢或者聽得準唔準確咧，就有啲困難啦。咁佢可以做到對譯，但係佢個對譯咧就係由普通話譯去嗰個外文，就唔可以由兩個外語之間咧做翻譯嘅，即係你唔可以話想話用英文譯日文咧係唔得嘅。咁我哋不如試下佢譯出嚟個效果係點樣啦。我想去上野站。我想去新宿站。新宿駅に行きたいです。请问今天有什么推荐的菜式？今日はどんなおすすめ料理がありますか？今日のおすすめはマグロです。这个几块钱？これはいくらですか？15,000円です。15,000日元。可不可以便宜一点？少し安くしてもらえますか？これはダメです。请问你洗手间在哪边？すみません、お手洗いはどちらですか？まっすぐ行って右に曲がってください。请直走，然后右转。我想买东京到大阪的新幹線車票。東京から大阪までの新幹線乗車券を買いたいと思います。这个可以送到我的饭店吗？これは私のホテルに送ってくれますか？基本上佢嘅翻译咧都算准确嘅。咁兩邊對譯都 OK， 咁但係因為冇咗熒光幕咧，咁我哋要確認佢有冇講得啱或者有冇聽錯咧，我就比較困難啦。